交，敢交吗？我倒是无所谓，这边三连电机，有种就别破。 俩没给到，滋滋，没给到人还得栽。<笑> 换人挂，喂，把他鸟劈出去，好像是炸鸡，是不是？要骗出来了，现在得骗一个。哎呀，这也太没滋滋了吧！什么东西都交了，鸟没了他就死了。 要什么交？别动！别动！ 修三连电机，有一张牌，还行，有个人上去了，先知。 确实，好像是佣兵，三个人在这儿，也没加速了呀。 电机啊，位置好差。<笑>
还在修，他单身。OK， 过来了。弹窗，不逼。卡住了，再打一刀。OK， 这个人没了，杰斯要来。儿子在哪来着？船上，切掉了。好像是，哎，看见他了。我日！劫匪，着急挂，投了，传，那个船的角落，谢一天的小运气。哦，该说运气不好啊，没天运气。希望这把运气好一点。我看见一个医生，应该走掉了，应该不会修的。哦，我这来了，好像是医生吧，我感觉像心思。好了，他不会在上面吧？算了，我先不走了，先走。你刻意去找他，找不到了。
是个医生，也就是说那个耳鸣是个医生。我们躲起来，不知道在哪。懒得找，这边可能要放大救我。放大救我吧。当一张难受，那你为什么要烦啊？差一点。Okay.
哎呀，头疼！哎，有机会。被刀了，我过去干嘛呀？装分身。给机会了，那岂不是美滋滋？